好，第二个来，快。Alright，the question 这样也是，说出一件这辈子做过最糗的事。啊？怎样最糗？最糗。糗是什么？下水的事，你在下水的事，对。好像没有做过。你走过，你最多了。就这一个。喂，我突然间呢，可以给 Rex 麻烦吗？很多人说麻烦，机会翻身了。我的妈！你点呢？好了，来。我想要提问你们，讲。快点！我觉得还是要补一些啦。不是已经做好所有功课，准备好。做好了，刚好问他。他很自然，很快的。讲哦，我已经看完标题，我讲我讲话，我讲我讲我讲。厉害，用心。做功课。几坏啊？人家做功课也不给。不要每次都是我第一个。不是不是差，我们要可能要勾起我们某一些回忆。对。来来来。 赞成啊，不用谢。每次都是我答先啊，不一定啊，可能下一轮我觉得，哎，这个我可以先答。可以吗？我现在先答。OK。小时候。哈哈哈哈哈。全部小时候。刚开始小学嘛，现在上中学了。啊，OK。我们讲到去大学了。那讲到老过后，读的时候，是第一次学嘴还是？是还过来了。三十多个X啊？这样还是笑话哦，才是什么？算是笑话了。OK。这严重？这样你那时候算校草吗？ 中学只有六年，比较傻逼。可是他看上我那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已经去到可能四十多个，四十九个，还差一个五十个。因为他不要有那个单数啊，他要破那个五十啊，就五十个嘛，好听嘛。开始看上我，然后就跟我拿电话号码。嗯。哦，他是他先。先来找我，就以前是 SMS 吗？你回到家期待text到你开心了。嗯。然后去到学校不敢看他，因为我现在太小。 然后不敢跟女孩子讲话，没有现在这样自信。所以有一天我就在 SMS 跟她表白，然后表白了过后，我跟她怕，她主动找我，每次当然是男生主动去告白。OK OK，cool。可是表白的时候，过后我更不敢去看她一眼，就算我们是同一班的，然后一个礼拜过后她就跟我分手了。然后我还很喜欢她，差不多一年半了，她一年半里面我就删了。 SA，SA啊，看，SA啊，这样子删了五六次，五六次，所以迟早去修。啊，OK OK，你刚刚不是讲是因为你被boycott， 你被孤立，所以现在才有你这个性格吗？其实他的海王性格也是一样的。他被性骚出来的。你看他小时候啊被性骚扰，然后到中学又跟人开始玩，所以他今天才会变成。 他不确定他喜欢男的或女的，不是，所以他两边都玩，不是，所以他其实也对啦，所以他今天才会变成这个海王的角色，他不想了。好，我支持你。被伤太多次了，加油！我开始体会到外面的海王其实也是这样的。像我们可以，好像你这样，我觉得蛮鱼的嘛，就鱼个屁啦，反正有点，我觉得在中学做就还好，如果你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就来，我想被以前我会觉得哇，很鱼，真是。OK。 有一个事情哦，这比较最近发生的。我应该知道。讲啊。没有啦。我知道，每次喝醉了，我会发生很多很好笑的事情。对。然后，我每一次都醉了。我那天是，我好像是在某个 club 喝完酒喝醉了，我都白了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有很一大班网红，很多女生，我们一起走嘛，一起离开。然后我已经醉到一个点哦，转身一看，哎。 剩一个女生站在表示招 Grab， 然后我过去问她，讲她叫不到 Grab， 等了很久什么之类的。哎，叫我载你回咯，我叫我PA载你回咯。我的家是不是很靠近吧？所以我PA载我回了我家，然后叫她负责载她回去。OK， 上好车，大概有聊了一下，我才发现到我PA问我，你认识的吗？其实，我不认识。还好吧，这个。不是，那个重点是什么？她是越南妹。 我以为是我的朋友，我以为他叫不到 Grab， 我才叫他上车，然后载我回。越南妹不会，你鄙视越南妹啊？不是，哦，就是、越南妹会在你们场。我觉得这个还好哎。没有，他在，因为我在 car park， 他在等车。还好哦。是你不懂他为什么你会叫他一起回啊？醉了吗？离开的时候是整大把女生，也有一些不是很 close， 我也不懂谁是谁。就你还真就待回吧。啊。没有，我就照顾，我怕你在一个人女生在那边等车危险，对不对？ Right，就这样啊。我一定比他们够力了，真的。我觉得我，因为我很少出糗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平常喝酒的时候哦，如果我喝到一个巅峰了啦，我是不会回家的，我就一直想要继续喝。可是我已经不能喝了的，我就会跑酒。所以我跑酒哎，女孩子有一个 pattern 就是我们喝色酒的话啦，我们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杯的嘛。所以我们讲哎喝完那个 shot， 我喝了那个 shot，我没有吐下去的，我会吐进去这个杯。所以那个杯呢就给我越吐越满，越吐越满。过后一下子突然间有一个男生来搭讪我。 然后他讲说还要喝我的酒，你
然后我也没有讲什么，然后我自然、哎、不要啦，你喝你的酒。其实 我一直在拒绝啊，结果啊，他讲我要喝你的酒，他这样。哇、哎！哦，从今天开始我不敢喝你的酒杯啊！不是最丑，但是最恶心。酒啊！我有跟他讲。然后他讲，然后他讲，他知道啊，他知道，哎呦，怎么两个人讲？哎、欸，他突然出来、啊，你要给他知道喝了什么吗？他什么反应都想知道。他就假假来 ，OK 啦，假假 steady 啊，我觉得他一抓起来，他想喝你的口水。就这样哦，就这样哦。然后再 post 在 story 讲，哎，我喝过 Kenny 的口水，他吐出来的酒我喝过了，而且他吐了很多次，可能有一些有残留物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原来 Kenny 是这样讨酒。没有，那是以前。我的话，我现在想回，我觉得那有一点羞了，就是以前嘛，小学有谈恋爱吗？芭比乐，芭比乐。他是从前面小学。哈哈，前面中学。就是小学芭比乐吗？我们也是有，就是谈恋爱。然后以前小轩有电话了、嗯，然后我就要跟那个男孩子分手，没有电话可是要分手。寄信啊？是我是一楼啊，还是五楼啊？我跟你分手。没有，不是这样子。跟你分手，你跟我走。没有，我们就是传信，谁谁谁谁，然后快跑上去五楼，然后给他，又谁谁谁谁谁，再写回来，谁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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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，谁谁谁，然后给谁谁谁谁谁谁，然后给谁谁谁谁谁谁回来，谁谁谁谁谁谁，然后给谁回来，谁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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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，然后给谁谁谁谁谁谁谁回来。然后可是有一次，就是穿到上面累痒嘛，老师可能不给你，一直叫你去上厕所，对不对？会骗他讲上厕所，我就叫我朋友，哎，你帮我拿上去给他。他又不懂那个男的是谁，我就跟他讲，大概是那个桌子，他又谁，他上厕所又让给他妈给了。然后我下课的时候，那男的下来找我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不是写啊，分手啊，没，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。他没有啊，我讲有啊，我刚给了你信吗？我就问他，你刚给谁？哎，你不跟我讲第二个桌子，他给错人了，他给了别人。然后那男孩子看了那个信，可是他懂是你写的。他懂是我，幸好他懂。没有，以前小学也是那种歹楼嘛，我那个班那个歹楼，然后他是那个班的歹楼，啊，我就觉得很羞哦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婉瑜这样子，可是没有哭的。以前分手是很开心啊。我分手还好一点，如果是告白就更糗了。哦，是不是？是。哦，然后还要拿出来读。我是美玉，我的胸有36D，小学有36D。我第一眼就看中你哦，那种。我觉得我真的会比 Rex 好啊。不能针对我，所以我有点烂。还有 Wendy 还没有讲。讲了哇，我这件事情应该美玉也知道了。有一次我们去住喝酒，我都退掉了，然后我打电话嘛，用手机打嘛，我为什么打没有？我又怕我被挨打。打得通吗？然后这样子哦，打。喂，我要回家，喂妈哈。在他讲在弄，他醉了什么嘛？他就方便打电话，所以我觉得很愚。因为他还跟朋友讲，因为我朋友就看我们吵架，就问了，中午我就讲，你看他手还没有拿牌，被一直打给他哥哥，叫他哥哥载他，他讲我不给他回，怎么又不给我回？我讲他让你打什么来打电话？你要赔钱啊？然后我有点怀疑我是给人家放东西啊，因为不可能在最好你也是知道你电话是怎样的嘛，是啊，不可能去拿牌被的班来打的嘛，就觉得。有点烂，我也是过后醉酒跟酒杯讲话，跟酒杯讲话，你看看，就是你最好做的事情，还好吧？这个小事吧嘞，丢脸嘞，还好啦。没有，你很多人围观，然后很多人拍你的话，就是这样子没有啦。幸好是有他按着你。觉得他醉了很多，我们都做过很多这样子。有很多其实。龙梦啊，醉了是龙梦。我看过很多这样哦。做过这样子事情哦，他很少做，他觉得来哇会做这样的东西是一个很他很丢脸了。那我就是你还好哎，我觉得是哦，你也更好哦。OK， 我觉得还好哎。以上是 Wendy 有三票，我 Wendy 三票。应该是这样讲，因为我们都是喝酒的 Gaki 嘛。如果你讲喝酒去做了一些糗事哦，我们有看过很多。我跟我朋友去喝，喝到很醉哦，我跑上去跟 DJ 一起跳舞。那个 DJ 不认识我的，然后我走过去，我去碰他的碟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 DJ 是谁吗？不是你，是我。你们两个女生吧？对。然后啊，你的朋友突到那边很。对对对。是我打歌啊，那应该是 before that 是 resident 打，应该是你去乱 resident 先，然后到我打的时候，你也是上来乱我。你忘记了是不是？你懂那个范围哦，不是你吐，你的朋友吐，然后没有人敢回去，你懂吗？因为他讲太臭了。很惨那天，我不会看他这样，我醒了。然后你跟他讲，你带他回去，然后你回来吗？你这里不回来。啊，我讲过这句话。有，你跟他们讲，你要回来了，不一定会回来的哦。这是什么呢？刚刚不是抽这个吗？这是任务卡，没有啦，这个是奖励卡。这什么不明白？穿上袈裟，环绕场地一圈。古代装啊？啊，不是，就那个统三装啊，对，和尚那种，统三装那种。环绕一圈帽是吗？那边一圈啊，一啦，又不是要做。哭哭哭！
Steady 啊，我这边 Steady 可以玩了。转一圈，妈妈快走啊！走，小王。